这方机都能按到的肩膀按摩器真的很少见，这里咱们的真的要用。六个出头仿人手揉捏，颈椎、斜方肌专门对准自己够不着的地方发力，两档力度模式一键切换，日常放松、肌肉筋骨完全够用。这按摩器真的好使吗？走，拿货。勇敢勇敢，我的朋友。东西拿回来了，咱们开撕。这个按摩器一共花了咱们49，价格属实不便宜啊。不过拿在手里还是有一些分量的。这个是它按摩用的四个爪，这个是它的四个按钮。 这里是充电用的，现在已经是满电的状态了。咱们现在去感受一下它的使用效果。走着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运行轨迹啊，有点像类似这样的感觉。咱们现在给它戴上啊，戴上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感觉有点奇怪呢。给它打开，嗯，来了，甜甜们。哎，别说，还挺是那个意思啊，就像你正在泡脚，技师在后面给你双手这样。 抓的感觉，这个呢是调模式啊，咱们换一个模式啊。这个模式呢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再换个模式啊，一共就两种模式，一个这样抓，一个就是这个。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后边有温度了啊。最下面的这个是档位，调个档，速度会变快。它这个一次呢是10分钟，咱们给它做一次，感受一下啊。 嗯，到时间了啊，铁铁们，哎，快睡着了。咱们先给他拿起来，确实有点那意思啊。铁铁们脖子上好像有点泥儿啊，给人这里都弄脏了。这个按摩仪咱们测完了，先说说它的优点，能按到的地方确实很舒服，是那么回事儿。如果肩膀这里酸痛，用它按一按，我觉得是可以达到一定缓解效果的。再说说它的缺点，缺点就是能按到的地方太单一了，仅限于这里。 不过这个不是关键问题，关键是这个价格卖的属实有点小贵，要是再便宜点就好了，大家觉得呢？